嗨，大家好，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癸亥，癸亥甲子乙亥。那来说他这个八字呢，就是在问说他的一个用神到底是怎样。我相信大家一看到这个八字呢，第一个就看到他的水很多，你看都水，然后还有一个乙劫财。那这个八字到底是要论身强呢，还是要论呢重格，就会有很多人在迷惘。那来说呢，各位，这种情况就开始要东问西问了，准备来去套说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格局，这是很多人一定会做的事。那在五行派来讲的话，像这种八字反而是比较简单的。它为什么比较简单呢？因为它的一个五行呢很集中，它的五行一集中的时候这种批命就很简单。你看天干水生木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天干来讲，它天干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可以知道甲木可以乙木也可以丙丁火也可以戊土呢，戊癸一合不行嘛，己土会被克嘛，也不行嘛庚金呢，乙庚合嘛，会消失嘛，辛金可以嘛那壬呢也可以癸水也行所以呢这个是它天干那我们来看它地支全部都是水。那我们就来看子可以，丑不行寅呢，寅太合不行嘛，对不对？卯呢可以嘛，辰克土克水嘛，巳呢它就不行嘛，它就会被克嘛，午也不行嘛，未还可以，申可以，酉可以，戌不行嘛，土克水嘛，不好嘛，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天干地支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喜用就会不太一样这个是我们以那个五行排列。当然了，他只要问财运有财运的用神，问官运有官运的一个用神那个都不一定的，我们就不管这一些。那我们就是纯粹以排列组合来看。所以呢各位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他可以用的东西其实很多啦但是呢可以用的东西不代表说是全部都好。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的应运就他应运很好。那他现在走卯嘛，水生木嘛，这是他比劫运很好，人际关系会不错那我们可以知道他也可以走官运生金有金这是他的一个官运对不对？所以其实走进来的每一个用神对于他的一个状况都是不一定的那这个八字呢走财运就很差四五火就会被克嘛那可是天干呢走财运呢又 OK 所以来讲的话，当然他的一个用神会让人家觉得很矛盾像走木运甲乙他就可以，但是呢地支呢寅就不行，卯就可以。那走土运天干是全部不行，地支呢竟然还有一个可以用，所以他都会觉得很迷惘的一个情况。那一般来说的话就只有跟金运来讲，你看天干根不能用，辛可以用，地支的话辛跟酉又可以用。所以其实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可能呢水运是他走水，可能是他比较天干地支都是可以走的，是他可能唯一会比较确定的。所以各位从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就会知道原来排列组合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来看他今年走己亥大运，那走己亥大运的时候，各位又排列又不一样啦。这时候原本是不是不能走的？谁说现在不能走了？它就会变成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反而它今年财运怎样起来的它的财运就起来。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就是说它的一个喜用，其实你这样子去分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都只是大运。可是大运呢再配上时这个流年的，有的时候反而忌神又变用神忌神又变用神。所以说整个就是会让你整个哇用神怎么这么乱，不是用神乱，而是五行排列的一个顺序变化了
所以导致了这一种情况、哦、所以导致了这一种情况。所以为什么在抓用神来讲会各说各话的原因，因为每一派他都是以他各派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哦、那每一个人对于他的一个好运坏运定义又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一种情况、哦、所以呢各位、哦、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大家呢在讲的喜用神呢、哦、都看起来都长得不一样、哦、各说各有理嘛，对不对？但是呢各位五行派、哦、他唯一的一个坚持就是全部都是五行生克、哦、五行生克，从五行生克来判断你要走什么运、哦、所以它没有什么用神的一个概念、哦、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呢分享到这边，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拜拜。